记者方慧宗台北报道，万宝龙 Montblanc 打造顶级轻商务，运用 Saffiano 压纹皮革和尼龙材质打造 Sartorio Jet 系列皮件，为快步调的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带来焕然一新的轻盈质感。目标锁定都会人士，全天候的随身皮件。万宝龙以黑色素雅缎面尼龙材质搭配精致皮革边条的 Sartorio Jet 系列，共推出16款大型皮件，包括手提包、侧背包等，相较于传统的皮革款式，提供更轻盈的选择，并配置聪明的收纳空间。近来热门的后背款式也有精彩琢磨，例如双肩后背包内部配置笔记型电脑或平板电脑专用衬垫隔层，另一款小型双肩后背包则配置两个钱袋以及金属扣，重量轻盈且具结构性，诉求讲究时髦与注重便利性的人士。此外，具宽敞置物空间的直视托特包配置同款的行李吊台，风格游走于休闲风格与正式商务，内部空间可放置笔记型电脑与重要文件。可拆卸式肩背带设计，让使用者可以选择手提或肩背。该系列亦有时尚腰包，可用于携带重要物品，如旅行时可放置货币、信用卡与手机。万宝龙 Sartorio Jet 系列中型双肩包 Montblanc 提供万宝龙 Sartorio Jet 系列大型行李袋 Montblanc 提供万宝龙 Sartorio Jet 系列中型双肩包，左与小型双肩包 Montblanc 提供万宝龙 Sartorio Jet 系列大型行李袋，左与文件包 Montblanc 提供万宝龙 Sartorio Jet 系列现代式大型邮差包 Montblanc 提供。